哎呀，唔制呀，唔制呀，唔制呀！哇，做咩事啊，妹头？话俾哥哥知道，做咩咁猛先？冇嗰只黄色鸭鸭咯，人哋谂住同佢影张相噶嘛，啊，点知相都未影就漏咗气啦，真制呀！事情系咁嘅，即只鸭仔都喺维港一段日子啦，你仲未去睇会唔会系你问题呢？唔系啊，有心唔怕迟嘛，你未听过咩？系听过。知但有啲嘢咧，你要明白，唔能够太迟又唔能够太早噶。唔系好明喎，科叔叔。我讲紧系睇赛事同埋攞纪念品啊，真系唔迟唔早，时间啱啱好先至做得到。5月26日沙田马场会举行三冠大赛美冠2400米渣打冠军暨遮打杯，当日入场嘅朋友有机会得到渣打赛马日冠军帽，记住留意啦。哎呀，唔制啊，唔制啊，唔制啊！点啊，妹头，你又猛乜嘢啊？咪嗰批牛精好友咯！哦，唔怪之你咁牛精啦，原来系佢啲好友。梗唔系啦，佢今次争今季第6 win 啊！咁好事嚟啊，有咩值得猛啊？我冇猛啊，冇发脾气，我等佢紧张啫嘛，因为佢同场有好多劲敌啊！嚟紧星期六出战2000/1400米嘅牛精好友，将会力争本年度首匹6节马，仲会同红衣巨龙、太阳好好争最大进步马匹奖。而另一方面，他又要争香港国际马匹拍卖会特别奖金。今次面对大魔双雄、卓力之城同埋旗帜鲜明，唔知牛精好友可唔可以攞到好成绩呢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 Crystal。今集区区大名，我会同大家介绍大魔马房嘅卡达胜。唔知佢咁有气势嘅马名系点嚟嘅咧？马主萧建莹小姐话：卡达系取材自胜利嘅日文发音，有赢嘅意思，再加埋个胜字，成个马名就变得好有型啦。嚟紧星期六，卡达胜会角逐1600米亚洲电视杯。佢以前赢过同程，希望佢有好嘅表现啦。哎呀，我唔制啊，唔制啊，唔制啊！妹头啊，你唔好成日 keep 住咁猛啦，个人会唔靓噶。我理得靓唔靓啫？星期日新韩国际杯赛马日啊，到时有外队马又有港队马，讲真的，我真系唔识分析同埋唔识拣咯。你放心、啊，星期五晚7:30你翻嚟睇有线18台嘅放眼马世界论战系列，佢会同你分析晒新韩国际杯赛马嘅所有赛事形势。咦，要睇电视啊？咁我跟你翻屋企啦。点解系咁做？你有咩企图啊？冇，咁啱屋企部电视坏咗啫，一于叫马街佢哋咧就上你屋企捣乱，兼且一齐做功课。嗱，我而家接定的士买零食噶啦，等我啊，乖乖地啊，拜拜。妹头，我唔制啊，我唔制啊。